我们要出门了，要去很远的地方，拜拜喽。在行李看看这是有多丰盛。我也是行李嘛。你也是行李哦，行李背行李，走喽。我们出游天就是一个下雨天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来玩了，上次出来玩已经是半年前了吧，对不对，宝贝？应该是。对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要出来玩了，希望你不要开错路，我现在没有在帮你看路。不会不会，我很聪明，帮狼，对，已经半年前了，就是去九族文化城那一次，跟Lu他们一起去，已经很久没出去玩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要出去玩了，而且我们是铁了心排了四天，就是排下去。对，那我们要来去花莲玩，耶！色狼爱玩水，色狼爱玩水。我们平日就出发，所以车子会比较少。你看那里房子好矮哦，笑他。哈哈哈！怎么好意思笑人家？不要哭，不要哭哦！山路的感觉就是甩来甩去的，我尽量开屏，没关系。我再给大家示范云霄飞车的感觉。我们再一个半小时就会到花莲，我们等等就要，因为我们到的时间大概就是5点，然后我们想要立刻去东大门夜市吃东西。应该人会很少吗？到那边再跟大家讲以前这些夜市的故事。小狼应该听 N 遍觉得很不想听了吧？对啊，我大概都会背了。以前东大门夜市不在那里，其实是在另外一边。然后除了东大门夜市之外，好像还有自强夜市吧？嗯，是吧？然后最后就会集结在一起了，就是现在东大门夜市。你禁止把我的台词都讲完哦！哦，我以为你说听 N 遍的意思要我讲。不管，我等一下再讲一次。好，因为你讲有点不耐烦，我讲就会感觉好像很新奇，大家就会觉得哦是哦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大家哦是哦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这就是小狼舞哦。绿灯了。Don't you know that I would? Cause I'm just loving this moment. Can we stay here forever? Forever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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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eck in 了。你喜欢这个房间吗？喜欢，有海，可以看海。我这次听的特别是就是完全海景房，然后在市区海景房，就在东大门夜市旁边。这条路我一直觉得步行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。晚上我们可以去散步。好，小狼，那给大家介绍这个房间吧。这个是我们的床，很明显。废话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空间，这个有一个沙发，有个茶几，然后我们这边是双侧开窗哈，双侧，重点是这里，然后有海，你看有树有海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装逼的小茶几，这样哦，茶忘了带我的茶具出来了，东西还带的不够多吗？因为东西带太多了，然后你看这样，哎，那个，它为什么花都养到会开啊？傻眼，我都养不开，我的花都养到坏掉，旁边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去。对，这边，它这边可以出来。它还给你附两个椅子，就是吸烟区。如果你抽烟的话，或者是你想在外面感受一下，外面感受如何？就是很风很大，好冷，然后又不要被门打到，赶快进去。哎呦，这么快就进来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呢还有个梳妆台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个人在这
边滑，你还在厕所滑了。那我要在这里滑，你去厕所滑。哭了啊！你还趁我把拖鞋脱掉了之后换拖鞋。对啊。来，过来，来给你介绍浴室。浴室的地板是瓷砖，然后它有个很装逼的浴缸，可是他跟我说外面是看得进来的。完全可以看得到里面哦，所以我不能这样泡澡，可以啦，鼓起勇气就可以了，把自己埋到最深，就是把自己埋到最深，开始拉窗户，然后就可以装逼，然后要起来的时候就赶快把它拉下来，对，然后再站起来，对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好，就这样，小而精简的一间房，这是我订的房间，房，重点就是这个海景真的太棒了 ，My favorite。浪漫的路是不是很舒服？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去东大门夜市好好吃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徒步走过去也不用担心那个停车位。对，好哎。而且今天礼拜五就是平日。对。你蹦蹦跳跳什么啦？很开心啊，可爱。再抱一个，抱一个。啊，给你抱。哇哦！走，你认识谁？我是林徽因，然后那是写那个黑玫瑰白玫瑰的张艾嘉，这个我不知道是谁哦，它上面写的三毛，旁边两个我不认识了，好酷哦！我刚以为是海神波塞顿。我刚以为是耶稣。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古典美吗？哇，是没有古典还是没有美？都没有。有啊，你很美。我有很多东西想吃。什么啊？我带你去。你好像很熟哦。嗯，这么厉害。应该。今天人看起来没有那么多，我觉得很棒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潮才是我以前大学应该有的人潮。走，我们去吃东西。好，好久没有这么少人了，真棒！这每次来人都超多，多到一个炸裂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以前来这边人都就是这样这么少。好舒服哦！我要吃什么都吃得到，就真的很像你家赵康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几乎都不用排。对啊，趁现在人没有很多，赶快扫一番先。好吧。红送这个烫吗？这是我点的干贝，还有一个超大杯的啤酒。我的脸还大哎，但这杯啤酒也没有很便宜啦。他刚刚去买了第一家烤肉串，这个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点啊，算是还蛮容易排到，现在要排到应该都要等一个多小时才吃得到。烤肉串，我想听你吃的感觉怎么样？大家等到要死的那个是鸡皮。
吃什么？鸡。现在没有公鸡哦。好，那回家。今天就是那个 QQ 球，超好吃，好不好？那喂你，最后一口了，喂我。我们来买了一堆木头，这是我们池塘最大的收获啦，哈哈哈哈，好老派哦。他送我们这个，把它拿上来。阿姨人好好，袋口打开就好。这个拿，帮我拿上来，真的很香。还送一个，这超香的，真的很香。还有这个，这个超香的。我觉得我们好老派哦，天哪！喜欢木头，我喜欢木头味啊，怎么样？我也是很认真的。搞不好你会有哦。对啊。听牌了，听牌了，听牌了，再抓三张，赶快，快点，中奖就靠你了，赶快。紧张哎。不会啦，可以可以，抓三张，快点，中奖就在你手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没有。我们虎牌三位奖了哈。来看一下五万的好不好？这里哦。差一点点。想要那个猫哦，第二次再抽三个，来吧，抽中可以干嘛？可以换你要的那只鳄鱼啦！啊，抽中就有了啦！哇，一连线就有了哦！来，要不要玩看看？没有，来看一下了哈。一局二十六局，这个哦，好，还要继续吗？哇，要不要？有。浴缸，我们决定要来泡澡，耶！我要挑，挑什么？兔子。我还想挑里面有送东西的，这个好可爱哦，我看。已经准备好这个洗澡水了，接下来就是把你丢到那个紫色的浴缸里面。哇，是很香哦。凑得进去，香得出来哦。我们刚刚挑薰衣草的味道，很便宜耶，五包才52块，最便宜的。嗯，好省哦，棒！好，赶快去脱衣服。